我是反对行政院的黑箱作业，而且没有前瞻性，以及卫县长缺乏长期的一个规划。那这次有四个彰化县级的委员，他们呢不但呢没有努力去把我们的重大建设争取纳入前瞻，而且呢又把我所规划的一轴一环二枢纽的一个计划，那也反对。我相信我们的乡亲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。